我来私讯给你们看。进去再重新放歌好了。国栋抽双 B， 那我也要抽啊。我是那个我是10000订阅就抽了他要20000而且我30000订阅的时候就抽房子了。哎，我奇怪的，还等一等，留一下啊！等一下，重放。好，我先看一下这场带多兰剑吧，稳着打。真的这组合，我怎么说会跟你们胡烂呢？哎，我奇怪的，还等一等。好，谢谢阿狗的六块，从阿狗的六块开始吧。没有，那个时候我们就抽房子，市值，应该是至少20平以上。缤纷闪耀。哦，是合体版的。摸死的表情好像在吹唢呐啊！留一下啊！谢谢 HHH 6890，感谢七块。哇！哇，这是一个挥洒青春汗水的地方哎。我上次有看到一个新闻说，现在那个粉丝没有办法在台下跳舞了，禁止你在台下用荧光棒跳舞啊！啊！你要被狂揍一顿啊！好痛啊！哇，好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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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可能是你们的重量，你们的重量终于受到重视了。什么双招，小一招而已啦。哈哈哈！喂，이식물들은썩질않는거지肥仔的声音也太好听了吧，都可以自己组团了，没了，没了。好，等等听大干爹那一首，谢谢你，你就为我们带来这个滑滑的 Master Blood。我们打起来可以赢哎，打野在下路。哎呦，我的普攻啊！好，看我这波这个贝特啊，牛逼的！哦！哎，跳进去 A 他。单杀了，确实牛逼啊，没怎么说错。来看一下啊，来看一下我们下路的吃兵，你就知道我刚刚这波到底牛不牛逼了。012 23吃兵，对面这个
第一名士兵才19级，这边打野来逛街了。哇，他掉了这一波兵，他还有玩下去的信心吗？他还有动力吗？他掉了四波兵。他还要坚持下去。眼睛出 bug 了，我没掉啊，我士兵那么高。啊！换我要掉兵啦！嗯，换我要数兵啦。哇，这边打野也在啊，他一丢丢把那个打野换掉了，被他预判了。好，我们奈德利这一波看到下路已经死光光了，他决定来 gank 上路，注定这个上路的 gank。本来是没什么事情，哎，我没掉兵哎。哎咻，哎咻，好爽好爽，有吃到有吃到。那个声音是不是真娜的声音啊？好，现在我们吃兵35只，两个助攻，这里来了一波巨大的兵线哦，把兵线给推进去之后，哇，危险的危险的，竟然蹲在草里啊！还好兵线又回来了。那这边买了啥？1100，买了一个残暴之力。我有光盾，不用怕，打！来对劲，能跑就跑。啊，打是打了，但也没办法，对面没招了，对面没招了。那个人要走进来，还 A 了我一下。哎咻，哎咻，好，还好，我们小兵都有吃到，稳稳的发育，闪现也好了呢。哇塞嘞，一卡车的人呐、啊！救命哦！哇，还在追啊！不要！不，真的太多人了，太恐怖了。发狂了，没人呢，他们怎么这么早就买鞋子啊？我真的也要买鞋子，不然都被他们看不起。奈德利给他一镖，他就死了。哦哦哦！奈德利使出了一个这个近距离空飞镖，
但是奈德利看来还有机会啊，用普攻。既然标不中，那就改用普攻吧。按不讲，让我这个老鼠肥起来。哦，你们是阻止不了我的，我还是要肥。飓风剑快掏出来了，我决定去跟踪，中没招。分经验给我，吼吼吼吼，谢啦。嘟嘟噜嘟嘟噜噜噜。我这看来经验值满了，分一下也还好吧。啊，不是啊，他满了，他不分，那他也没事做啊。啊，峰哥被干掉了。好，现在比数是4-9，这边要开始 gank 上路了。峰哥现在032，哎，跟我一样哎，原来我也是032啊。原来我们都是一样的。现在拉卡被勾到就死定了，救不了他。原来拉卡带光盾，我带治疗了。对，开秀的 BGM 来了，看好开秀。嘟嘟嘟嘟嘟。用布力打了，再打。在等待一个吃兵的机会啊！我那么小怕。哎呦！哇，光盾没按到。看一下我的表内。谢谢。Black Queen， 感谢五块，画个 JJ 当抖内，被骗了。那个 AD 没闪啊，要被奈德利给咬死啊！我来了，我来了，兄弟，怕开怕开。哦，是图片啊。我要到了，我要到了，我要到了，我要到了。对，只有拿到一个啊。去日本加油啊！你要去。要去日本留学了啊！这里有没有日本留学的老前辈？给他一点建议啊！不是啊，他那个没有东西的 啊很好啊，我们现在发育不错，86的吃兵数，跟对面的 AD 差不多了。啊，听说日本的这个居酒屋都很好吃啊，多吃点又便宜。反正吸血鬼贪的塔，
这种便宜又好吃啊。哎，你们把经验分给别人了，那不是我的经验值吗？好吧，我下了四天了，再见兄弟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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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眼呢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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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走啦，现在来下路吸金钱。那等他赚到，那等他赚到魔气之后，我们就很痛了。他在这里 recall 了，应该是有魔气了，毕竟魔气又不贵。啊，魔气来了。这个时候我们很强了，等一等啊，那个图片不知道怎么把它放出来，打完这场我把它放出来。下路再吃一波，他们还这么远，嘟嘟嘟嘟嘟嘟嘟来 gank 中路了，我绕到他后面去吧。哇，有粉眼打这里。哇，跳上去了！复活的呢？被炸死啦！跑哦跑哦！都没有人过来啊！大家是不是忘记我了？我还在啊！我在吃中路，不要怂，不要怂，打这波就是不能怂。玩老鼠讲究那个进场的时机啊，等等我有大招，那一波不得了了。好，缺一点钱。魔气加加，注意攻击强化有感。我刚刚好像永久隐形哎，那一波会战。蹲蹲蹲蹲蹲。咚咚咚咚！我想硬拆中路了，他们在打 ARAM 呢。再来一下！妈的，有吸血鬼啊！哎哎哎哎哎哎哎！吸血鬼好像迷路了。
怎么不杀我？不是，我也想死啊！我也想要死了补血，但是我突然满了。他们听了也反应不了啊！我有个大胆的想法，吃龙！再去吃龙，再去吃龙！你反个野好了，等级不是很高哎、欸。希望吉林可以把经验值分给我，那我等级就飙起来了。吉林，分点经验值给我好不好？这个在装，这是没人。去吃下路，对啊，连敌人都忘记要杀我了。他们一开始对我一阵暴打，最后就不打我了。为什么不出无尽啊？因为无尽很贵啊，买不起。通常都是先出电刀刷钱啊，电刀飓风，然后你疯狂刷钱，然后再过，哇，他怎么突然满血了？会有人记得我吗？帮布！帮布！忘记我了，但是有人可以帮我补血。我要去跟着奶妈了，哎，不对，是奶妈要跟着我啊！兄弟，好好跟着我。B， 峰哥，在人生的道路上迷失了吧？我要吃个下塔，我就是要拿这个下塔。兄弟，跟紧我了，我要拿下塔了，已经无人可以阻止我了，你无力回天了。再吃一波，有吸血鬼冒出来了。啊，奈德利说他来支援我，好啊，你试试看啊。什么事？帮布！哇！不要帮我补了，我是好像可以杀他的、欸。嗯，峰哥应该是走远了，再见了，峰哥。峰哥在这里遇到了小章鱼以及吸血鬼。也是死掉了。哎，对面上路这个跑来鼻地啦，打花了。缺一点钱可以买暴击躲虫哎。我要避开那个吸血鬼。我们只要不要遇到吸血鬼的话。那个会战的输出都是稳稳的、啊，直接射两下那个章鱼就死了。对，那个吸血鬼是个大刺客，而且我射他，他会遁地；射 AD 他会跳起来，射打野就不知道他会怎么样了，应该会直接打我吧。
来。台湾 Super Boy， 我们带来台北城，我就是要杀章鱼啊！我。看来他们的战斗力比较高一点了。章鱼好像不想给我杀哎，快跑啊！大家等我活啊！不是，我刚刚变心了，这是一个惩罚，他告诉我们人不能变心啊。峰哥上去了，峰哥的棺材要回来了。哦，峰哥还打死了一个，血鬼爆炸了。峰哥不知咋地又满血了，好像是哭了贝克来。哎，俊达，哎，吊打吊打，哎，就说这波一定是行啊，睡了。卡坦坦，就说这波一定可以。感谢刚台湾 Super Boy， 没仔细听什么歌。耶嘿呀呀呀呀呀！赢了、欸，好，好快啊，好轻松啊！咋会这样呢？好，我们改给，哇，这个角色长得真好看啊，给他按个赞。不错不错，收到了一个赞。咋回事啊？这场我的战绩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